我是你们今天的发型哥哥，发型哥哥。啥？是个剃头的吗？人生中我从来没有尴尬过，我今天尴尬了。欢迎来到沙漠生存队。有点干，沙漠还干，尴尬就对了。我要在这一跳，这太高了，更尴尬。可以战胜他的话，我觉得是加分的哈。什么鬼？说不定每个都是可怕的。哇，人生赢家！各位跟你们的搭档练习默契。这个需要默契吗？在里面换了，里面换了，里面换了。我的衣服很难穿，都是扣子。鞋呢？完全不一样的感觉。对，他好上镜啊，哇，你看每一张都是大片。只能选一个吗？是要选一个最棒的。我真的选不出来，说实在啊。怎么办？这世界很酷。